睇片之前咧，記得訂閱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隔離嘅鐘，咁我哋有最新嘅選盤或者最新嘅市場消息咧，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。而家咪準備入去玩啦！哦，咁啊，跟你入去好冇？好啦，哇，好高噶喎，好 Candace 位啦，咪预备。Hello，Candace。做乜玩啊？啊？你玩第几次啊？呢个？玩第几次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韦思思姐姐。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这个位置是黑板的，有两个给你选的。你一会儿会挑战哪个赛道啊？我一会儿会挑战蓝色这个，因为很简单，可以先排排排水啊，两个扶品啊，但这个就没扶的票这样的。那你是不是很怕彩色那个啊？我都不怕，两个没问题。好啦，现在期待你的挑战啊，有没有信心？而家畫面所見咧，我哋嘅環宇小片小記者咧，好努力咁喺度攀爬緊喎。哇！呢個室內攀爬簡咧都唔係講笑嘅喎，因為佢咧總高都有十米咁高嘅喎。咁啊，而家一齊去見證一下呢個環宇小片小記者能唔能夠挑戰成功啦！小心啲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慢慢嚟。一步一步，只腳踩穩咗再行上下一架，知唔知？咁咧喺傾談之間咧，環宇小記者已經差唔多去到終點噶啦喎。好啦，應該咧就仲有幾步就到噶啦。踩實只腳再行第一步、第二步。
好，拍红色个掣，嗯，拍到，踩实先，只脚踩实先。滴滴滴，成功咗啦，恭喜你喎、啊！哇！采访下呢个小记者先，好唔好？过嚟先，惊唔惊啊？我突然惊到手痛晒啦！系呀，好唔好玩啊？好玩。我哋嘅环宇水盘小记者咧，挑战头先隔咗条彩色赛道之后咧，而家挑战呢条咧蓝色赛道啦。咁啊，经过上一次咧，就至有经验啦，爬得好快喎、啊。咁成日已經爬咗一半噶啦，咁我哋睇下佢今次咧能唔能夠挑戰成功啦。呢條賽道咧同其他賽道都一模一樣噶，都係咧有十米咁高噶。咁對於一個五歲半嘅小朋友嚟講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幾高嘅高度嚟噶。好啦，仲争几步咧，就到终点啦喎！好啦，我哋一齐见证华语水盘小记者到达终点嘅时刻啦。Candy 食开咁咁隔篱个钟啊，而家到咗，知唔知？好，开咁咁咁右手边红色个钟。右手边。在你右手边有个红色的钟，咁咁佢滴滴滴，哎，到达终点啦，恭喜你喎，可以落嚟啦，可以落嚟啦，好，过嚟，火拼一下先，请问你咩心情啊？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，因为你挑战成功啦，知唔知道啊？你两条赛道都挑战成功啊！恭喜你啊！我跑到好上面，之后都超过咗红色嗰度。我想问你呢个咪靓级好唔好玩啊？好玩。吓、啊，下次仲嚟唔嚟啊？嚟。吓、啊。啱啱已经跑最高。行。呢个垂直上滑梯，呜！开始。上啦。呢个垂直上滑梯好唔好玩啊？所以你一玩再玩是吧，一二三 go， 呜 ，OK， 小朋友你玩十次了，你攰唔攰啊？好，点样玩啊？喂，我跟住你行噶啦，要避开个窿系咪啊？我哋下前面个窿好冇？前面嘅前面前面，仲有一个。哦，呢度落去噶，呜！哦，我唔知落唔落到去喂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好，哎呀，落到地上啦。哎，又落系咪？好。我又落啦！哎，哇，落咗几层喺度。